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詹姆士。好，今天又来开箱的是这一个违法剑，这是詹姆士第一次买的，因为他刚好在做特价。看一下，这个是有含咖啡因的，然后它里面是有肉桂的味道的。看一下咖啡 and cinnamon 肉桂的洗发精。好，它颜色是有点咖啡色的，那詹姆斯已经开一罐来洗了，其实还 OK。对，那如果以这个价格100多的话是还好，如果太贵的话，那詹姆斯就觉得可能会，换其他的洗发精了吧。好，违法剑，咖啡因的复方洗发露。好，那詹姆斯当初会买是因为它有标榜说不含细磷。好，不含雌激素，好，所以买一个来用看看，那用完是觉得还可以啊。好，那么看一下它的一些标示，这个容量呢是500ml 的，产地呢是欧洲的波兰。好，那这边有它的 Hair Solution 360的网站。可以看一下，那这一罐呢可以用到2020年的二月，还可以用蛮久的。好，那这一罐500ml 的应该可以用个好几个月吧。好，那是这一个违法剑的洗发精了。开箱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